是体验感刚刚。泰之舞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泰之舞，火啊不行了，这样。我去上个洗手间，你们等一下，我马上来啊！我去上个洗手间，然后给大家跳个舞。我去洗手间一下哈，马上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家人哥哥们，就是你们帮我在公屏上招待一下，就是新来的朋友，然后跟他们说一说，主播去有事儿了，马上回来。主播有事儿去了，马上回来。肯定洗了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人说我没洗手，我绝对洗了，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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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冬至，就怕你们说我呸没洗手吧，我告诉你们我洗了，提前告诉你们。跳支舞蹈，咱这个意思是快，真的夸张了，真的夸张了，小姐姐夸张了哈，跳一个雅俗共赏。咱们一支雅俗共赏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，然后我先拿一下道具。出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，太长。 Action， 第一支舞蹈雅俗，换衣服之后的第一支舞蹈雅俗共赏送给大家，开始。中枪中枪感觉会一样，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。
表情迟钝，可能因为比较外向，不擅长眉目表达，总在盼望，总在失望，日子还不都这样，俗的无味，雅的轻狂，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。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，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，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，大丸子你还要接着打包，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，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。当美梦醒来都很爽，是否每一次伸手都徒增了业障，比痛和痒更多的是不痛不痒，所以我爱进剧场，总在盼望，总在失望，日子还不俗的无味，雅的轻狂，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。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，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，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，大丸子你还要接着打榜，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，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。谁的故事有营养，大俗或大雅的都在理直气壮，撒狗血或白雪的现场都让我观赏，还真是大方。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，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，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有没有一种神话雅俗共赏，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，满城荒唐的窥见满脸沧桑，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，太超脱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。咦，我怎么跳完一支舞掉人了？奇怪哦。是否每一部戏都看得完？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？我明天再找早一点播。表情。那我明天还要播早一点，明天。我明天八点钟看能不能播，我明天看我八点钟能不能播，明天不，我明天七点，看什么时候今天播，反正我今天下午，暂时播不了，就播晚上。外向，不擅长眉目表达。你刚刚那一下好像差点把那个谁都要喷出来了。谢谢一只隐喻。谢谢小冉，感谢小冉的掌上明珠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咱们去年诸葛。
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播，他今天应该播了吧？他下了吗？哦，他在连线，他在连线。爽快写一首情歌，雅俗共赏。落笔传神，还要容易传唱。我们连一个，我们再连一个，我们就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不搞久了。我们，哎呦，我们今天就再连一个，我们就下了。我们再有个叫做咖啡宝宝的，我们再有个叫咖啡宝宝的，你在不？你如果在的话，你在公屏上，扣一个一，好不好？给你送一支舞，好吗？哈，什么？好吗？再连什么？哦。咖啡宝宝你在不？啊，你在不？咖啡宝宝你在不？你在不？你在不？在哦，看到你了！天哪！感谢格格，咖啡不在，宝宝宝宝在，咖啡还有一个月了。你想看什么舞啊，咖啡宝宝？你想看什么舞，咖啡宝宝？嗯。你想看什么？看了我一个月了，你想看什么舞啊？宝宝在榜一。家人们，宝宝在榜一。想看什么舞啊，咖啡宝宝？欢迎大家。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宝姐姐想干啥？